但是那好困了，会怎样？你是不是对咖啡？你那个咖，你买的其实不是咖啡吧？你买的咖啡啊？你买的非安眠药吧？是咖啡，讲什么？还是你对咖啡免疫了？因为有时候真的上班太累，就是一沾到碰到床就。真的，我后来只是想了想，为什么会觉得为什么会觉得很好？为什么我可以躺在床上没多久就睡着？我想了很久，原因大概是觉得是那是我少数可以不用担心世俗的一切事情的时间了，所以我就很快就睡着了。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原因，讲这么抽象的感觉，哎呀，这个社畜味好重哦，拜托。听到那个羊驼在清喉咙的声音，虽然我不晓得他是想吐血，卡痰呢？那是不是要吐口水了？不排除。我记得他的口水是有伤害力的，对不对？有。这个你应该有遇过，你应该是最清楚的，对吧？我没有遇过，你没有遇过吗？我一直以为红豆是有被吐过的，红豆要假赛真的是。等一下，你刚刚说什么？欸、不是，我刚从厕所回来就听到红豆要吃屎，到底是怎样？你要问吗？没假赛啊！话说回来，我们是不是要去地狱？你有地狱门吗？那不如说你把地狱门放在哪里了？有，我刚看到。你要用我这里的吗？对啊，要不然的话，我这边要盖是要盖那个没关系的那种东西。那你可以等一下来，我从我这里进啊，我这里也做好意志了。你说，先说你要盖地狱门前，你记得这一包有一个东西会让地狱门扩散，那个地狱石菌丝土，不要把它框起来的概念。不，你要不，你可以放四个煤炭砖来抑制，但我不知道很大的那种的话要怎么算。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浮现出的想法是什么？怎么搞得越来越像 Terry 啊？很像啊。扩散啦，扩散喽！要拿净化枪来喷喽！那以后就连原本都会有血月喽！不要啊！阿西勒索里哟，小木屋的内装还没完成呢。小木屋没有内装，他只有外观而已。要不然你是想要在帕多面前吗？看起来他怎么奇怪的小空间？不是那只鲨鱼哦，是那个锤子哦。你懂个锤子啊？可是我现在点它，它是会到那边吗？哦，对，它会到哎、欸，好，笑我跳。暴雷内容，那叫什么？可以射射哦，可以射射。那个锤子是一只，那锤子是一只 Nerf 枪。对，啊，那个就是我之前跟红豆讲的那个东西。对，那个风波跟我讲的东西，因为我真的想不到什么更好的东西。那是唯一一个我也是觉得那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那时候风波跟我讲，那天我查到一个很便宜的，然后就隔一天他就卖完了。英拉明，哎，五星在旁边呢、欸，对、啊，是五星哎、欸。喂有点大枪哦！开哇，这是哇塞，这是预警名产，预警名产，是那个方块的，方块的，那个外盒什么？公司那个箱子就很方块了。我看有一个人在割箱子了，哇，圣诞里面有方块啊！这是我挑的第二个礼物。木星的粘土越来越多，我这边有一只粘土的，280号，粘土人真的是每次都等超久。然后一个币，这是拼积木的吧？这是积木的。对，拼那一个积木的那个仿乐高。对，是火把没有错，这是我挑的第一个礼物。你看，是一只哇！你看，这是一只一。Light up torch。下一个，下面一位肥鸟。我啊，下一个肥鸟，我是图片的呀。可恶，我们没有新的 GIF 啊！你的重点是 GIF 吗、哦？是什么、啊？我要送你非常耐用的东西。这是什么？这很耐用吗？我不知道这跟耐用有什么差别，但是至少这一款我在地下街我有看到，之前想买的，所以
固定直接送给我。模型不容易坏啊，很耐用啊，是很耐用。什么的纸？我想到我去年收到一只狮子，现在被我塞在柜子里面，不知道干嘛。哦，出来爆啊！看到爆那种东西，攻破桌上的哇！哇，破恐龙二十，哇，超大一个人。等一下，它很大，所以我还要再把它剪开。哦天哪！你知道其实超难拍，因为它太大了，所以我只好拉这个。转一下。好大只、啊！后面还有一支笔，这支笔是干嘛的？有比例尺吗？啊，这支笔刚不是写东西上去的吧？这可以拿掉哎、欸。他只能待在这边了。哦，他已经躺在地上了。遮阳，他躺在地上，他死了。哎、欸，所以杰森是有改过那个题目要求吗？他有，所以我同时买了好几样东西出去。刺客教条、欸，因为实在是实用的。那个是嘿，让别人有名的东西，很节省。软毛，哦对对，这个是 PVC 吗？类似 PVC 那种？它其实我买了两只，因为我不确定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它我这边有一个画面，我自己这边有画面，看上去很像 SHF 嘛。它这边是它本身是配件多了，可是它这个因为是比较早期的东西，所以它的可动性会比较堪忧一点。还有一个糖果。博地全口味豆，就这样吗？这两个吗？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某种程度上算是助眠吧？哎、欸，吧，这不是、哦、好眼熟啊、哦！这是什么？你打开，你打开。探险，没办法探险。哇哇，水壶哎、欸，对，是那种扁平酒壶啊。对，威士忌壶。对，你知道本来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买刺客教条的款式的，可是那个太贵了，那个要3000块。所以我只要买这个，这个只要200多。哦，你等下，杰森，这个是你买的吗？该不是杰森到底买的什么？软蛋吗？是软蛋吧？对啊，料蛋。这个是不是它其实有点类似像在抽一番赏的感觉？它其实那个就是扭蛋吧？它是那个扭蛋，它有那个就是它有一种类型就是扭蛋，然后给你就是你抽150呢。然后你再往里面扭，然后扭到里面会有纸条之类的那种，那是超大型扭蛋机那种东西。你还用麻绳把它绑起来？我看到麻绳，我想要直接把它烧掉，你知道吗？有人在你的后面射箭，请把那个图案，哭啊！请把那个图案往镜头移动。Wanted， 看得到吗？有看到。What the hell？ 手铐，酷。你如果不介意，可以自己戴上。我才不要嘞！是这个，这你可以作为以后万圣节的时候的装扮。没有，它就出现在明年交换礼物的箱底。冲击墙什么东西的？啊？没有，这是很正经。很正常啊，看起来很正常，都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啊。意义不明的程度。哦 ，Switch 的壳哦。那是什么壳？外宝可梦的吗？还是阿尔宙斯的上一代？所以是阿宙的。阿宙的，不会去。OLED 用，它是设计给新款。没有，它有旧版，就是 Switch 和 OLED， 因为反正大小是一样的。嗯，它长这样。多鲁，我要在他面前上香。啊，香还没长大，等一下。你看，木星在他的胯下。嗯，它的组成分是泥土。哦。薛定谔的帕多鲁。Dirt。不过这个东西很麻烦，这个东西需要的羊毛数量超多的。哇，它主要就是那个树叶。对啊，弄那样子比较好看的。帕多鲁前面集合，谢谢。啊，帕多鲁，我觉得帕多鲁，你要开门了是不是？然后你瞬间觉得那个已经是准备好去探险，你知道吗？要干嘛？直接踩就好了。原来是传送板。哎、欸，好酷哦！它有 CD 时间吗？就是没有。因为有的不是要每一个哦，可以做这么小的哦、啊，对吧、啊？哦，太小了吧？哎，我今天要这张纸，你回去是不是。一整个就是要准备去探险，探险的感觉。我要进去喽！哎、欸，回溯。我现在是 waiting for server 的状况，好不好？因为大家都在进去。俊光体是会发亮，是不是？
哦，对，我旁边这个洞有洞。是刚开吧，所以才第一次跑。僵尸化朱布林是跟地狱猪人一样，打到他就会打你。然后这里好危险，一起攻击你的意思吗？僵尸化朱布林就跟以前的僵尸猪人一样。一跟朱布林的友善交流从送沙小开始。沿着湖泊啊，等一下，朱布林死掉了，耶！你的箱子会在沿江海上吗？对，对。沿江海上，你自己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会有那个沿江。你等我帮你把你这边。江怪会出现的。我可以 TP 了。来啊！完全不知道怎么布局。来啊，你 TP 啊！直接沿着岸边走，后面就一下就过来了。Yep。妈的，不是我愿意的，因为我这边正好，我刚直接从那个超高的地方，一路直接跳到沿江湖的一个中间的像是离岛的地方。哈哈。打下都找到去了。我在下面吗？室内的。可以帮我垫个阶梯上来吗？哪里？室内的。我们这样走啊，慢慢走。你跟着我是不是？走。你看这个姿势。怎样掉下去了是不是？甘宁老师不是有那个优异啊？冲下去！谁有风啊？洛林，你妈苦！三秒就有岩浆了，这不是再见了，师姐。真的吗？真的吗？一掉下去了是不是？等我一下，我要先退。是我看错。有那个地图有一定会有死亡点的，还是我们把路盖过去那边，然后再挖下去。我知道，风是很多哎。我没有经验，所以不能传过去啊。他放床了，你们要试试看。你一定要冒险吗？我不要，我觉得有极高的机会直接死掉了。哎，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哎，我没有经验，只有传不过去啊。哎呦，我可以传圣诞树，圣诞树那边。哎，干啥小？哈多路，精华就不用剪这一段了，谢谢。一定要剪，切断，一定要记得剪。啊！我操！谁有？好像有岩浆的水鸟。哦，我靠腰，那个音效吓到，那个音效真的很吓人。是不是啊？靠腰是天天什么？你们现在每个都过去，哇操一下是不是？起码要有装备。哎，那个不要过去！我把门开个门就有点远。哇，这个地方很不妙，这个地方很不妙。在哪里啊？哎，我一瞬间到你们说的野作区啊，这边很不妙，我赶快离开，吓死我！还有。那边会生很多超恐怖的，会生出很多野猪骑士，猩红地形，野猪骑士来喽，没有骑士，因为我们就是被骑的那个，好像好像不太没有被骑的那一个，你说被猪猪。听起来不太妙的，习惯了就好了。哎，哪里啊？啊！练成有够多！哎呦喂啊！我死掉，完蛋了！洛林迷路了。当然迷路啊！我根本没看过。哎，为什么死掉了？那不为什么？就因为那边有烈焰神，再加上那个凋零骷髅，加一个凋零骷髅啊！那个真的防不掉哎。2000 years later。所以连那个钻石装真的要穿多一点，知道吗？我真的是不行，真的要被玩死。哦、我有一颗我自己的头了。我们开进来的门的正下方就有一个遗迹。啊？你说那个、哦、新的那种哦？对。可是有狂战士呢，我们打得赢吗？他很痛哦。我们现在想想，真的是想想。我们现在不是泰瑞啊，我各位注意一下，我们现在也不是盘灵，我们现在也不是盘灵古玉哦。就觉得我们现在在忙之前，先想想，你再想想，你再想想，再想想。拜托，请三思而后行。发出了想想声音，请三思而后行。比较忙。我的弟。
好了，我穿靴子了，然后我可以跟他按右键交易之类的。不行，完蛋了，没有稿子了。你这出不灵，你要把金锭丢出去。把金锭丢地板，他跟你换。金锭吗？金锭。可以做出稿子的那个锭。锭锭，不要，你们说的就好像几位服侍锭了。几位服侍锭来了。锭搞锭。哇，金锭呢？然后他就这样，哦。好，然后他的眼镜又看到什么？哦，他丢了一个东西丢过来。你要不要看刚刚那一只？他的表情真的是他在拿着哎，真的是他的感觉就像是我说的那种样子啊。那你要看刚刚我那只鸡。我爱朱布林，我给他一个金锭换给我幽灵眼泪，然后给他第二颗金锭，他不给我东西。攻破被幽灵攻击的声音。嗯，他在看他在鉴定这是不是24K全金？差不多了，可以回去。纯金。他给了我哭泣的黑钥匙，要第二座宝林，那座刚刚那座宝林。请问有人有需要晚上吗？我要。很有吗？好，睡掉。所以我不能睡是不是？Yes。没错。那没事，我直接去把身份。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让你睡。哇！不让你睡。等一下，我要在聊天室贴这个。快出是不是？我知道。什么？该出粉了吧？聊天室。我可以很我可以很负责跟你讲，然后他们有那个能力，他们就不会狡猾了。哦，讲简单一点，聊天室比较像许愿池。家里的神职人员消。哎、欸，风破现在是什么时候摆摊？我可以当小帮手吗？想去场次玩。哦、oh, ，我要看他下一次，我要看他下一次的场次。第二块远古遗骸，我下一次的尝试哦。长度大叫，呜、哦！我死定了！我死定了！要去玩了！要去了！又有人挂了。六呀！又有一只不合格的村民。A farmer， 到底红豆在把蜂那个肥鸟在筛选。优生学的村民，所以要听肥鸟的话。哎、欸，对、欸，他真的是优生学，要听肥鸟的话。凡是不符合他的，不符合肥鸟的要求，就只能。不过那个 SARS 不是可以拆开的？什么 SARS？ 你的那个、哦、上下分开吗？对啊，你那个不是可以分开的吗？这个吗？当然有，这可以啊，这是可以的、啊。我记得你之前有有啊，可是这个东西其实翻开没有很方便，所以就算了。像这个东西是贴纸，所以就铺起来超麻烦，所以后面我就不打算动了。你那个交易所还没有做完呢、啊，洛林啊，你要问洛林啊，洛林。对，因为我都在盖那个圣诞小木屋，我本来想让圣诞小木屋盖一盖，然后杰森说那个他看上去觉得不错，说那栋就给你吧，啊、所以圣诞小木屋之后变成杰森家。你看，蜜蜂搭上去了，第一的蜜蜂，他是想离家出走，是不是？难怪他说他蜜蜂不回家，回不了家，然后把就下来了。蜜蜂，哦，哪蜜蜂？欸啊